精英团拉拢龙腾文化精英团。这个小美女真的很乖，她想坐在那儿。也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讲话，他们都要找我来讲。结果我答应的时候，他说你老公说答，他说可以。结果我就被我太太骂了，你怎么可以随便答应别人？因为我们接单接的很多哈，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误会。村，好的老百姓，这个江明村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既然讲到名称，我要问一下大家，你们今天来到斗用的家，刚过了那个桥过来之后，有一个游客中心啊，右前方有，对对对，合影，这边合影。哇 ，Bravo！ 好，来，我们哈，前面的再蹲一下啊，然后呢，后面的更高一点啊，来，要走开的哈，来，好，后在里边的赶快出来。身上这一套麻烦，我们要有活力，有点张起来，要摆到胸前。来，一二三，四哟。OK，
服装放回原位之后，要上洗手间带水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前往翡翠谷。好，泰鲁格族永远把女人当神看，结果我们对我家的门外一看啊，看两种植物在这儿，一个叫红菱头，一个叫清风。很奇怪的事儿，这些植物啊，每天听德用在讲，我们永远把女人当神看，结果我呈现出来的是，我们正常来讲是男左女右，男尊女卑，对不对？我家里不一样哦，女左男右，女尊男卑。你看我们左边这个红菱头开花结果啊，右边这个开花不结果，所以左边的是女的，右边的是公的，所以我们永远把女人当神看，连植物都知道哈。好，清风也是一样，左边的会开花结果，右边的不会。好，我们出去前往翡翠谷，我们出来之后尽量靠左边啊，右边给车子走，然后不要超过双黄线，越靠左边越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沿路做解说，我们来看。德用边走路边解说边帮各位摄影哦，所以你们看到我的镜头要跟我 say hello 哦。好，这条溪叫什么溪呢？它叫木瓜溪。为什么叫木瓜溪？泰鲁格族从西部来到东部的，我们称这里台语叫后山鳌刷，英文叫 back 背后，我们的话背后叫木鬼。结果汉人朋友一听啊，不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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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他就称这边的。你看那个男的是什么动作，女的是什么动作，你们就学他们的动作吧。来来来，哎，男的就是这个动作，女的呢？哎，女的就是温柔啊，男的就是勇士的样子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标准呢，你们学习一下，集中集中。一、二，很棒哦。三，水哦 ，OK。他就跟他讲了，你给我趴下，他就趴在那儿，然后路过的人折起了姑婆衣的叶子，往他的肛门周遭这么一擦，好了，为什么？耶、yeah. 哎，
薛兆口，等我一下。站了。哎呦，这个队伍还真长啊。薛兆口，等我一下。结果长老看不下去了，就把他放下去，结果放下去溺毙了，就把他捞起来葬在对面。这是我们播的最悲情的故事哈，因为跟日本警察谈恋爱的结果。好，我们走到前方的大平台，就在那边等我一下。有一个很大的平台，可以容纳我们所有的人。你们看看底下的深潭，那两颗大石头的中间有个深潭哈，那个深潭里边会看到很大只的苦花，在前面50公尺，你们左右在那个什么比较湍急的地方可以看到它。下去把鞋子脱下去玩一下水。鞋子脱掉，鞋子脱掉，找个最美的点来拍。这个时候来不错，没有什么人呢、啊。下一脱的可能就人很多了。12°C，这个比苏澳冷泉还冷。
这人准备要四只脚来走路了，没有问题。下山比较困难，上山比较容易。也是我讲，也是我讲。好，那我先过去啊。哎，我先过去，老姐姐然后 ，OK 了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好，准备好的先离开。上山容易，
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所以你们上来都很容易了。啊，好棒好棒，啊，这个爸爸最伟大了，啊，小朋友你最伟大。全上了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全上了，全上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上山比较简单呢。我们经常讲啊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所以上山是最简单的。上山没有困难，哎，各位说再见，拜拜 ，OK， 很好。晚上你们就可以看到影片了，就是要你看影片。对，晚上你去搜寻你们公司的名字跟今天的日期，2020102，然后我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去？龙腾，龙腾文化，就找到你们的影片了。女生就喜欢小小的，小小的秀真心可爱的。一手掌握。是有，好。